第十五届华鼎奖全球演艺名人满意度调查颁奖典礼1月18日在澳门举行。在颁奖礼举行前，巡礼有星光熠熠的红毯环节，女士们仍旧是红毯上的焦点所在。其中又以两名 TVB 女星佘诗曼和徐子珊的低胸装最为吸引眼球。除此之外，黄圣依的白色镂花透视装也充满看点，让更大牌的好莱坞女星纳奥米沃茨相形见绌。而最大的惊喜莫过于以压轴嘉宾出场的韩国美女韩丽瑟，以一身露肩低胸连身紧身长裙现身的她，展现出性感高贵的气质和曼妙的身材。不过由于跟她携手走红地毯的是近年在亚洲呼风唤雨的万人迷金秀贤，把韩丽瑟应有的欢呼声都完全盖过。除了金秀贤之外，其他男性一律以端庄和笔挺的帅气形象亮相，包括张卫健、林峰、甄子丹、王力宏，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的东海和银赫，当然不能缺少当晚的影帝雷神克里斯·海姆斯沃斯。I just flew in yesterday and been working on a script for my next movie and hanging in the hotel. Oh, are you leaving very soon then? Tomorrow morning, yeah. Oh, yeah.Back to see my kids. I have 3 kids. I miss. We're back in Australia. So. No time to walk around shopping. Nah, not really. Yes, 娱乐新闻中心澳门报道。